尊敬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22愿，国无女人愿。我们先把经文呢，读诵一遍。我作佛时，国无妇女。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性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段经文就包含三个愿，我们看是157页第22呢，国无女人愿。23，厌女转男愿。第24，莲花化身愿。这一品经啊，从18愿到24愿，都是说闻名得意，而且得最殊胜的利益，所以闻名的功德很大，我们。也善巧方便呢，让有缘众生呢能闻名。像我们汽车后面呢，贴佛号。你开车出去呢，后面的人，停在你后面呢，他就读到这个佛号了。当然做法上啊。尽量不要造成人家反感就好那158页，师长讲解到了，极乐世界呀，没有女人，我们现在看见了有人画极乐世界图啊，有女人，这跟经义啊不相符。就不可靠。图中画的阿弥陀佛啊，特别大，观音菩萨小一点，往生的人呢、就更小了。这跟经义啊也不相符。这是教我们要判断画的。要跟经上讲的一样，包含也有出的书他说他去过极乐世界了，然后就叙述极乐世界种种情况，讲的呢跟48愿不一样，那这个我们也不能信。都要依经典来判断。所以经上讲呢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，跟阿弥陀佛身相完全相同，面貌身材都一样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长得不一样啊。可能就觉得，哎呀，他长得比我庄严，有点自卑了。自卑就是烦恼了。所以阿弥陀佛考虑得很周到啊。平等世界就不分别执着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变相图里画的不平等。
但是啊，佛教我们呢，依法不依人，一定要以经典呢做准依准，才靠得住。佛已经涅槃已经啊3000多年了，以中国的历史。佛涅槃已经3000多年了，所以佛涅槃之后啊，这个以法为尊呢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问佛了。那法是佛所教导要依法，不能依人，那依人容易什么？感情用事了，那就没有理智了，去判断了，一感情起来了这个老师讲什么我都相信，这个就是依人不依法了。我曾经遇到同修，第一次见面可能他曾经在电视上看我讲过课，看到我就很激动了，他就说那时候我还没出家，他说蔡老师啊，你讲什么我都相信。哎，大家听他讲这句话，可以感觉到他的状态吗？很激动吧？我说你别害我。我讲的跟老和尚跟经教不一样啊，你要提醒我啊，你别害我。大家想一想，学的人要依法不依人，教的人呢，也要依法。他假如听多了。大家都说哇，你讲什么我都相信了，哎，他的心会不会起变化？哎，人家把他当神，他还真的觉得自己是神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这个依法不依人呢，不是针对学的人讲而已，教的人也是啊。教的人有没有教给？信任他的人，依法不依人。老和尚都在给我们表演了，老和尚讲一段经教，一段义理总结的时候，所以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都是自己的心现思变，老和尚没有自己的意识他开解完之后，他依止的是佛经我们读《孝经》孔子讲完一段话，后面都是，诗云，《诗经》里面讲的话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或者辅行云，那是尚书里面的教导，都是依止五经啊。所以孔子说他述而不作，信而好。所以教学的人要护念自己，护念大众啊，也要把依法不依人表出来呀。不然慢慢人家赞叹恭维，鲜花掌声呢，他的心不知不觉开始变化了，那离经一致啊，便是魔说啊，他没有述而不作，就自己创一套出来老和尚说世间好话，圣贤佛菩萨说尽了，想创一个出来的。
这个心念呢，就有名利心呢。啊，所以大家不要一听到哇，这个新东西呀，那老和尚智慧这么高，我就没看他老人家说要创什么新东西。有啊，现在都创自己的理论了，然后都是借佛家的名，慢慢创一个自己新的东西了。哦，或者是借这个啊，比方《黄帝内经》之名，但是他自己又创一个东西出来，都要小心啊！而且可能他的口才也是一级棒啊。也是辩才无碍，但是他没有守住，疏而不作。啊，我曾经遇到医学界的，哎，他的讲法呢，跟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哎，中医也要医法不医人啊，不一样了。啊，那我跟他也认识啊，我就跟他提了。我说要依法不依人的，这个说法可能跟《黄帝内经》不一样了。哦，他对我讲啊，我医病人为师。哎，你是病人，听了感不感动啊？哇，以我为主啊，以病人为师啊。你一激动，一感动了。你就失去理智的判断了，啊！你看他把我放在第一位，那我请问大家，一个医生看的病人有多少？能代表全部吗？代表，再来，你现在帮他医了，哎，现在好多了。现在好多了，代不代表明天会好？代不代表一个月后会好？代不代表1年后会好？甚至代不代表10年之后会好？他可能这个方法把你的阳气都调出来了，你可能寿命减短了，可能之后会猝死啊。你不能看眼前而已啊！哎，那《黄帝内经》不是想出来的，那是我们的祖先也是在禅定当中啊。那不是推断出来你有限量境界，有比量境界啊。限量那你亲自看到的，亲证的。不是类比类推的，老祖宗心地清净啊，他是定功很强的，不是我们后人带着要自己创一套的这种欲望，那你就没有定了。啊，我在20多年前就听到很会讲。这些传统文化教理的人，讲了十几年，开始卖东西了。哎，可是很多人佩服他了，哇，道理讲这么好，可是开始卖了。我现在听说大陆也有开始卖水，一罐卖1000多块啊，还有很多人买啊。可是大家都不理智了，哇，你喝一。1000块，他加持的水，你就好了。真正觉悟的，他是要教你开发自己的性德啊。佛法是内学啊，他都用方法让你依赖他，他已经不是教你圣学啦。能依赖，那佛菩萨早给我们依赖了，早帮我们修行了。这个要冷静啊！可是我们那个依赖的心，我们那个求快的心，这个习气要关照到。
所以阿难尊者的表法，我们要看懂。阿难尊者，他还有依靠佛陀的心念，这就是情感，所以他证不了阿罗汉，他失惑没有办法断掉。他觉得，我长歌是佛陀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。从门路就从外面来，不是真东西了。所以要看到这个依靠、依赖就是贪念，这是烦恼啊，要放下的。哦，这个在末法时期呀，这个释依法。太关键了，啊，我们听了很心痛啊！那么多人不会判断呢，那花那个冤枉钱呢，这拜个师要10-20万人民币，还有人在拜，师徒如父子啊！真正善知识，他学到佛菩萨的慈悲，他一心成就你啊！他会跟你要那么多钱干啥？可能是前世欠他的，只能这么讲。佛陀说不能批判如来啊，不能把佛菩萨的如来大法拿去做生意啦，赚大钱呢，这个不妥当的。啊，儒家也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而且大家要注意啊，安贫的人才有道啊，会注重享受了，他已经没道了。哎，儒家的一些句子教我们判断了，士至于道，这个读书人至于道。而此二衣二食者，未足以义也。他很在乎吃，他很在乎穿，很讲究，不然他很不高兴。那这样的人不用跟他谈论修道了，他的心根本不在道上了。哦，所以一定要以经典。做依准，啊，下一段师长说了，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妇女？啊，我们想，一定是阿弥陀佛在修因的时候，看到许多世界有男生有女生呢。闹了许多不愉快的纠纷，就决定他的国土啊，不收女生，都是男生，啊，就省掉很多的麻烦。啊，刚刚我们说长相都一样，啊，才不会产生烦恼，产生比较。哦，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细心的考虑了，啊，现在一看有男生女生的地方啊，烦恼不少啊。啊，这个是他参考的结果了。那实在讲呢，这个世间呢，因为男女纠纷所造成的困扰啊，所造的业障。所造的果报，是任何造作都不能相比的。啊，所以古人留了2句话，我们都耳熟能详啊。百善孝为先。另外一句呢，
万恶淫为首啊！这个男女之欲啊，这相当猛烈啊。古人常说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呢。可能一世清明啊，毁于一旦，就是在这个色欲当中啊，出事了。啊，当然，名利财这个都要忍得住啊，不然你收了一次了，你可能就陷下去了。啊，贼怕第一次啊。啊，你收贿赂啦，或者这个偷盗啊，你做了，你可能之后就沉沦下去那在42章经，佛也有讲到，假如我们有一个习气呀、啊，跟男女之欲一样的厉害，那人就没有处理的机会了。所以，这个对峙这个男女之欲啊，在这个修行人要下的功夫了。那我们在下这个功夫的过程呢，啊，其实重要的，我们的精神提升了，物质的欲望就会下降。啊，老和尚常说：“士为哪有，法为浓啊。”哇，你真正尝到法喜了，尝到清净心的快乐，哎，念佛的时候感受到称名时即遇光时身心清安了，因为世间的欲都是一种刺激呀，你能感觉到这种从内而外的喜悦了。啊，这些外在刺激的欲望，慢慢就能放下。那当然，我们在面对这些境缘呢，我们也要守住中恕之道。啊，严以律己，啊，自己呢用心去放下，但是呢，宽以待人，能理解别人。啊，因为假如是成家了。哦，那这个要忠恕存心啊，理解另一半要懂得恒顺然后带着我们说领妻成道，祝夫成德所以带着慢慢精神都提升了这些物质欲望啊。哎，慢慢就淡，总要水到渠成的，护念自己，护念他人，不能是控制要求，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而古人创这一个字，设置啊，设置头上一把刀。你再不警惕呀，铁定要挨一刀。比方说你不懂得节制，你身体会出状况，可能就要开刀了。你甚至于超越了伦理道德的话，那可能会惹来情杀了，这个就。更麻烦了，所以这个淫这个色境杀了，有时候这个男女情感你背叛了，哇，这个丈夫气到拿刀去伤了对方之外啊，还气到去伤女方的家庭。这个我们在新闻都有遇过啊，太气愤了。
所以这个万恶淫为首啊，我们要高度慎重啊。而孔子说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慎。这从小这个部分呢，要从小扎根呢，孩子有正气呀，有很正确的人生目标。正确的生活作息，还有这种运动的习惯，懂得调节整个身体的状态，然后懂得非圣书秉勿视，他不去看这一些邪的东西、刺激的东西，不然常常接触这些染污啊。那会调动饮食男女啊，人之大欲存焉呢、啊。他真的养成浩然之气了，这些东西不容易染着他了。凡为外所胜者，皆内不足。身心啊，这个道理是相通的。你身体正气足啊，这些病毒啊，染不了了。思想观念正了，外在的诱惑啊，障碍不了他。凡为邪所夺者，皆正不足。你外所胜是内不足，邪所夺啊，是我们的正不足了。所以这都是外缘呢，真正还要看我们自身立不立得住了。所以我们观察这个男女纠纷呢，造成的困扰、业障、果报，任何造作都不能相比，这是事实。我们就讲一件事就好了，堕胎。堕胎所形成当事人的业力有多大？甚至于是整个社会的业力啊，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很多夫妻吵得很厉害，因为他堕胎了。这些孩子本来要投在他家的，结果堕掉了。我们站在这个小婴灵的角度啊，他怎么看待？他不能理解的，那是生命啊，那是骨肉啊，他不能理解的，他可能就没有走开了。他就留在身边了。那假如你后来有生孩子了，这个婴灵没有离开啊，他看到你这么疼这个孩子，把他剁掉了，你看他会怎么想？他理解不了了。所以。这个古人这么提醒啊，万恶是这个为首啊，这我们不能不慎重对待了，而且要从小啊就要教了，从小就要把他的正气培养好了，我们展开报纸啊，打开电视。天天广播，全世界的动乱决定离不开男女关系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阿弥陀佛有智慧，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有男生有女生，西方极乐世界
也不会安宁，啊，也不会清净，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这绝对不是轻视妇女。佛门十大宗派有一个专修持戒的律宗，啊，八大宗里面的，八大宗是大乘，有两宗是小乘，小乘从南宋之后啊，慢慢慢慢式微了，因为中华文明里面有儒家、道家了。啊，而且儒家、道家的一些心境啊、胸怀，还比小乘更大。而且我们这个中国人很熟悉儒家、道家的教诲所以佛法不着相啊，教诲相通啊，他这里熟悉，就用这里的，没有执着，一定要。从我天竺来的才行啊，佛门不出相啊！创立这个宗派的祖师是唐朝道宣律师，他住在终南山，这是佛门呢，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德，他曾经引经说啊，十方世界。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但是引哪一部经啊？他没有说明。我们就不知道他引的是什么经。道宣律师是持戒很精严的人呢，决定不会忘。经典在中国译得多。当然，大多数啊都流传下来，还有少数经典呢、失传了。可能那个时候啊，大家知道在哪一部经，那后来这一部经失传了，有这个可能性。那老和尚也举例了，譬如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总共有12种译本。流传到今天只有5种，7种失传了。唐朝译经啊还非常之盛。道宣跟玄奘大师啊是同时代的人。那时佛教在中国是最兴盛的时代，翻的经典特别多，特别丰富。应该是他看到经上有这么一句话。那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啊，样样都颠倒。有一些出家的女众，对于我讲经讲到末法事实真相啊，他们很反感，说不应该。贬低出家人，抬高在家人，他们很不服气，我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，也无可奈何，就没有回答他们，实在讲呢，这是事实，在正法相法的时候。学佛啊，男众多过女众，这个都是因缘的状态，我们也要学会啊，观察因缘，比方盛极必衰，一个人富贵了，能不能一直富贵？这样的家庭很少，有没有？有，极少数。古人说：“十年河东，
十年河西，为什么？哎，人贫穷了，他容易奋斗；富贵了呢，容易骄奢淫逸。顺境不好修啊。所以为什么说物极必反？它都会有变化。好，那以前的背景呢？男众多过女众。啊，当然与社会背景、政治制度啊有很大的关系。啊，中国跟古印度自古以来啊。确实是重男轻女啊，男众受教育的机会多，女众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啊，特别在政治上啊，男子参政，女人几乎啊没有参政的机会啊，这是一社会的一个状态，这些都是事实啊，佛。教啊是非常深广的教育啊，没有相当好的学说根基呀，没有办法入门啊。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，接受佛法的是士大夫阶级啊，就是知识分子。因为这个佛经一翻是文言文啊，你没有这个基础啊，看不懂啊。啊，从前知识分子啊，没有现在这么普遍，他们对于社会啊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书人非常尊重，因为他明理呀。还有道德学问呢，叫性高者明志高，人所重非貌高，不是他长得好看哦，是他讲话公平啊，以身作则啊，人家才服他。哦，这个乡里面，有冲突了。啊，人家说来来，找某个教书先生来评评理啊。哦，这对读书人尊重。啊，士农工商啊，在社会上，读书人的地位最高。啊，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啊，由于读书人学佛啊，国家社会一般大众普遍跟着学习。这个到清朝啊，学佛的老百姓也不少啊，家家观世音啊，户户弥陀佛啊，那所以是男众多，女众少啊，男众受教育的多啊，比较看得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。他的常随弟子啊，1250人里啊，没有女众。啊，最后他的姨妈出家，才收比丘尼。哦，很小心，很谨慎，收了500比丘尼。啊，有些经典里讲啊，因为收了500比丘尼啊。所以佛的正法打了对折，啊，本来有1000年呢，结果只有500年，啊，可见确实是有障碍，啊，这个老和尚常说啊，学佛首先呢，扩宽心量，我们心量不打开，跟佛心不相应啊，说要。理解经典呢，
不容易了啊！你甚至于心量没有打开，听老和尚讲经啊，都会听错啊，因为会随着你的心量去理解啊，可能会解偏掉诸位同修，你们觉得男人的心量大，还是女人的心量大？这个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啊。这个我就不方便讲，讲了会引起公愤，啊，大家感受感受啊。啊，我曾经遇到一位高中女孩啊，她在英国读书，有一次啊，她自己说啊，说我喜欢呢，跟男同学，是同学里面有男生女生呢，他说：“我觉得跟男同学交往啊，比较不累。哦，跟女同学交往啊，比较累。哦，我那时候一听，哎呦，印象很深啊。哦，他自己是女生，他自己讲的。哦，我什么都没讲。哦，哎，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啊，不然你们有听了。”就说陈德法师说我们女生的坏话，哇，那我就跳到黄河啊，都洗不清了。哎，不要住相了。我们这一生是男生女生是刚好是姻缘，可不要住相太严重了啊！一听到讲女生的，哇，马上毛细孔都张开来了。嗯，要讲什么？转男转女啊，是姻缘，跟父亲的缘生呢，转女生；跟母亲的缘生转男生。哦，好，好，那师长接着说啊，到今天呢，末法时期啊，都颠倒了。黄念祖居士讲的，我同意，我也承认。实在说啊，大家都看到这个事实，也不得不承认。以往学佛成就的排列顺序啊，是出家男众第一，出家女众第二，在家男众第三，在家女众最后，排在最末的。现在这个时代。恰恰颠倒，学佛的人数之多啊，态度之虔诚，学佛真正有成就啊，是在家女众第一。好，讲到这里啊，我得打个预防针啊，大家可不要听完这一段啊，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在家女众第一哈。哇，那等于我这一段话造成有人傲慢心起来了，那我不杀伯仁呢？伯仁因我而死了啊！我们现在修行啊，最要注意的就是观心为要，心是根本，因为这个心啊，太容易执着了。你听一句话就执着那一句话，啊，比方说，我们本来就有傲慢了，啊，结果一听这一句话，嗯，你看我比较高吧，所以不能换对象我们学佛是要放下贪嗔痴慢啊，不能是贪嗔痴慢换对象啊，在听经闻法的时候。贪法了，贪功德了，听了慢心增长了，啊，把自己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的因缘给葬送掉啊，那太冤了。好，师父说了，你要不相信，看看我们现在讲堂的听众。啊，我现在看上去啊，现在
听课的啊，都是女众啊，只有一个男众是我们小朋友啊。我目前第一页我看到的啊，哦，好，这个啊，当然。啊，我们出家男众啊，在家男居士，一看，知耻近乎友，哎，我们要奋发图强，啊，要扭转乾坤才对。哦，那、啊、当然，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出家法师啊，他有发出家之心，啊，这个值得我们尊重。哦，而且师长也教导，啊，我们看到出家人啊，他是住世三宝，啊，哎，看到他的身相，就提醒我们，啊，他圆顶了，提醒我们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啊，这个他修得怎么样？这个我们不用去深究啊，但是他那个表法啊，我们感谢他的发心，感谢他的表法。啊，至于你要依止啊，哪个老师学习啊，出家在家，那我们自己去判断清楚啊，要从名师受戒，名是明白修行过来人。啊，不可以随便依止的。那好像藏传的说法，老师收一个学生，学生拜一个老师，要仔细观察，好像是3年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那这个看看在家女众多少？哦，那现在确实我们在念佛堂里面看，在家女众啊比较多。那还用这道辩吗？啊，第二多的呢是在家男众，啊，第三多的是出家女众，啊，最末尾的是出家男众。啊，所以呀，末法整个颠倒，在家女众成就的确实占第一位。啊，要不相信啊，看看《往生传》，大陆上呢最近有出了一本《念佛往生见闻录》，啊，女生呢非常多。啊，所以女众读了佛经啊，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叹气。啊，末法女生呢，实在很幸运。现在是女生第一呀，在家的女生第一，成就之殊胜呢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掌握这个机缘。哦，那《无量寿经》也是指导我们，啊，恭敬三宝，啊，奉事师长。啊，我们对出家人恭敬啊，培育自己的福田。福田呢，靠心根。哦，而且我们恭敬三宝啊，这个也是给下一代表法。好，那我们要知道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佛不收女子？啊，其中有很深的道理。啊，一般说来啊，古今中外，女生由于生理上的关系，比较重感情。啊，而且情绪的波动啊，
相对比较大。情呢是地狱之根，啊，情要不断呢，出不了三界。哦，所以情是迷情，情深呢，理智智慧呢就会有障碍。哦，所以情深智隔。啊，只要是情啊，就迷，情越重，迷的就越深。啊，它跟理智啊恰恰相反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啊，哎，情感起来了，那这个当妈妈的人呢，不容易看到孩子的问题了。哇，你那个情感太重了，他什么都好了。啊，好恶之其恶，恶恶之其美者，天下鲜矣，鲜矣。你看情感起来了，表现在爱憎。你喜欢，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问题；你讨厌，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。要看看事，看人。不客观了，都是因为情起作用所以我们学佛啊，要理智，要用第一念，不要用第二念。第二念就是分别执着，就是意气用事、感情用事了。要大公无私，要理智啊！佛法。教我们要有理性，有智慧，把感情化成理智就对了。感情是烦恼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智是觉，是悟；情是迷，是惑。这个情当中啊，我们感受感受啊，最厉害是什么？控制。他要占有，要控制，那有一个词叫情义，那个义呀、啊，是强调这种道义、恩义，而不是控制要求不然这个。一下子连世间的情义、恩义、道义都没了，就强调大乘佛法了，哇，这太高了！啊，有的团体，说一个月只能跟父母打5分钟电话，不然情执会太重了。他连孝心都还没有起来，你就给他讲那么高的法。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，第一福是什么？孝养父母啊，要从这里开始教起啊，不能依自己是道场领导人，就依自己的想法，不行啊，要依法啊，不能依自己啊。哎，我一观察这个道场负责人情义不足啊，人情味没有所以无情不能修道啊。我们看世间重义的人，夫妻，哎，他负责任啊，对孩子负责任啊，对父母负责任。对国家负责任，他有世间的做人的基础，啊，他又明白大乘佛法，哦，轮回不究竟，我应该同生极乐国才能究竟，可是他连这个意都没有，那你说要去行菩萨道，近处的人他就没有责任心了，他能够去为众生负责任。不是很讲不通了吗？
好，第23，燕女转南院。啊，经文呢？是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性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啊，这几句的经文呢，都不难懂。啊，发菩提心，愿生我国啊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。啊，尤其这个第24品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啊，都有发菩提心一项专念。好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只有一句得清净性，啊，前面呢没有看过。啊，什么是清净性？啊，这个经文我们都要研究清楚啊，不能划过去了。第一，决定没有怀疑，因为信嘛，清净性啊。第二呢，因为清净嘛，对，决定没有染污，信心才是清净。啊，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染污了，啊，这个性就受影响那怀疑好懂，什么是染污呢？啊，染污啊，很可怕。今天在社会所接触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接触之后。你心里若印象，就是染污。啊，你接触的越多，换句话讲，你心里落的印象就多，就杂，洗都洗不干净。所以中国古来的教学。都是以孔孟为教学的主流，从7岁到12、3岁是小学的阶段。小学老师教你什么？啊，教你洒扫应对，完全着重在生活德行的教育。啊，我们刚刚讲到了，他有德行，他有正气呀，他才。不会受染污啊！啊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，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啊，就养成习惯，习惯成自然啊。从小就养成尊重道德习惯，啊，知道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。啊，怎么对待父母？怎么对待兄弟？来跟人相处，怎么礼敬自己的父母，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？大家想一想啊，少成做天性哦。你现在不教他孝顺父母，他会学到什么？他看那些电视啊，对父母大吼大叫的，有没有？那他就被污染了。你不赶快教他对的，他不知不觉就学到错的了。啊，我们都有遇过20几岁年轻人啊，学了传统文化，善根很不错啊。他真做啊。他的朋友跟他说：“你对你父母这么好干什么？你太傻了。”哎，你看有朋友这么跟他讲啊，那朋友这么讲，因为他没学呀。
哦，这个少成多天性很重要啊。古人为什么先教洒扫、应对、进退？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父母应对了，接待客人都不会，人际关系都不会，没有从小教啊，应对不会了，进退。你看孩子看到人家在是是非非了，他懂不懂敬佩？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，莫闲管。斗闹场，绝勿近。同学敬了，他知道退。非圣书，秉勿视。这个都是教敬退啊。哎，听到大人可能谈一些人事的问题，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先告退一下，他懂得进退了，洒扫，你不让他服劳务啊，他怎么训练做事？人在做事当中啊，他的整个思维就在锻炼了。哎，什么事先做，什么事后做？这扫个地应该怎么做，才能扫得干净，又不会浪费太多时间？在锻炼他了，他是有程序的在做事情。啊、哦，所以有一个同学都不看家务的，啊、哦，后来老师开始训练他了。啊，怎么做内务啊？怎么接待客人？怎么服务别人？啊，他学了1年左右啊，结果呢，他再回到学校读书啊，哎，物理化学比以前成绩好很多。我请问大家哈、哦，他干活、服务人，跟物理化学有没有关系？他在干活服务人，就是锻炼他的心呐、啊。他锻炼的，哎，不慌张了、啊，锻炼的有章法了，先做什么，后做什么。他心有这个锻炼了，那他会用在哪？用在学习上啊，用在因缘上啊。现在呢？都不知道锻炼孩子的心了，只在乎成绩呀、啊，那孩子变什么？考试机器，他不会生活了。所以老和尚说：“你不注重生活教育啊，他背的书再多啊，被书呆着了啊，或者背着背着傲慢起来了，变狂妄了，都偏掉了。”哦，所以古人先教洒扫、应对、进退啊，很有道理呀、啊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些人与人的相处啊，要从小养成啊。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着重在品德上的修养。啊，除此之外啊，读书不着重讲解，就是教他熟读。读的时候啊，计算变数，老师只教句逗，啊，一句一句啊教清楚，每一个字音念正确，不讲解的。教你念，教你背，会背了，还要背100遍，总共200遍，一天的时间呢，就打发过去了。因为小朋友背经呢，就不会胡思乱想，保持他心的清净。啊，你不教他背啊，
他东想西想啊，对他不利了。哇，你看现在孩子不背经了，东想西想啊，还滑手机了，那个脑子就越来越会动歪脑筋了。所以，一个孩子天真保持得越久啊，以后品性智慧越高。啊，你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就鬼灵精怪，那就麻烦了。哎，哦，这一段呢，啊，我得再从几个角度啊，大家探讨探讨。啊，我刚刚说啊，我们很容易听什么就着什么。啊，一听，在家女重第一啊，你看就着了，慢心会起来了。现在一听，老和尚说的，只是读不讲解，你那个不讲解不要听着了，你读的是四书五经，那个经书比较大。啊，甚至是心性之学呀、啊！你现在去跟孩子讲解，他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是吧？啊，为天下至诚，为人敬其性，人敬其性，则能敬人之性。哇，你看那个是医报随时正报着，那个是心性之学啊，那个等他理解力上来再讲解。哎，可是宽转弯误触人，可不可以讲解呀？啊，哦，凡道字重解书，可不可以讲解？不然他讲话像机关枪一样，你都不讲解一下，他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？哎，所以《弟子规》那是生活的教育，那个不是很艰深。你要随着他遇到的事，跟这些经文很相应的，那个就是一个机会点。你一点出来，哦，对哦，哦妈，真的要是非宜勿轻诺。我没考虑清楚，就答应人家了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这可能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啊，你要机会教育啊。哎，看小而已，第一句话，一切言动都要安详，十差九错只为慌张。小孩不要说小孩了，大人也一样啊。出了差错了，一定是心先出状况，心急了，慌张了，就会出情况了。这些是可以随时讲解的哦。哎，慢慢孩子，哎，做人做事啊，就在我们抓住这些机会点中啊，有概念的好，哇，我也见过这个家长呢，一开口都是大成经教啊。那个孩子听得目瞪口呆，这不妥当啊！我们刚刚举的那些都是生活教育、伦理教育。好。那因为小朋友背经啊。就不会胡思乱想他老实的读啊，戒定慧三学，就在他读诵的时候再修了。啊，还要背得大声，老师要听得见。啊，如果老师听不见了，
小朋友又在胡思乱想。哦，所以老师也要很敏锐啊，听他念的声音呢，可以听出来他专不专注。啊，那个越念越小声呢，一定是想到其他的事儿去了。啊，哎，我们父母老师啊，你不要只是看，哎，他坐在那里喽，啊，坐在那里就好了。哎，看都要判断的，他心在不在啊？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效果有限啊。啊，我们跟一些一二十岁的孩子，传统文化学多久了？10多年了。但是注意哦，那只是一个像，他有没有学进去？他假如在学的过程呢，只是感觉父母要他做的，不是他欢喜的，他是被逼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父母老师没有抓到，教育首先你要能知其心，你要知道他心的状态是什么。你不知道他的心，他整个学的过程已经厌恶传统文化了，怎么办？已经在应付你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应付久了会不会变成习惯？那应付绝对会出现在你面前，跟在你不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那你说这样读下来十几年，不是越来越人前人后不一样啊？那不是害了他养成这种态度了？哦，所以我们父母老师啊，你首先要感受到孩子他的心安不安定啊，他就是缺爱的状况啊。你都不多体恤他，多爱护他，还一直在控制要求他，他的心更不安了。啊，不要觉得学传统文化的孩子就很有安全感，那都是一个像而已哦。哎，你父母老师没有真正把经教演给他看，做给他看。他感觉不到传统文化的温暖，感觉不到传统文化的价值。这样都是反效果啊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孩子的心？真的，学了十几年。孩子的状况，父母不知道。孩子心里话不跟父母讲。哎，学传统话第一个目标是什么？嗯，我们现在做的效果跟这个第一个目标刚好背道而驰。第一个目标是父子有亲的天性终身保持。他这个天性都。起不来了，他怎么去爱别人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父母啊，对孩子冷漠啊，没有关心呐、啊，但是都是拿着传统话要求孩子的。控制孩子了，啊，甚至于还有父母啊，要求你几天之内要把这一部书给我背起来。那孩子特质还蛮老实的啊，父母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啊，他还干了，硬背下来啊。这个孩子后来偷偷跟老师讲，吐了几天呢、啊。那硬压到身心很难受啊。
虽然完成了，吐了几天呢？你说这个父母到底把什么摆第一呢？哎，我们希望孩子学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快乐啊，身心越来越健康啊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呀。啊，有家长什么？你一定要做蔡老师。啊，把我都拖下水了。这个孩子本来跟我缘不错的，搞了最后看到我转台。请诸位父母手下留情啊，留一些姻缘给我啊。所以啊，要关自己的心呐、啊，教育孩子能不能成啊？不是专注点在他身上背了多少，那变成我们的执着点了、啊。专注在哪？专注在观自己的心念有没有执着，有没有控制，有没有要求，有没有情绪，这个是重点啊。医报随着政报转，我们用情绪能教出人才，不可能的。因为他也感受到情绪而已啊，所以有情绪不要教孩子，要教孩子是没有情绪的时候教，心平气和则能言呐、啊。什么时候可以讲话？心平气和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心平气和呢，去念阿弥陀佛啊，念到比较平和。哎，不然哦，带情绪的话讲出去啊，是收不回来的。是，这个是不及舌啊，《论语》说的，4匹马的马车啊，跑得也没有舌头快。为什么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哦，所以刚刚老和尚说的。学佛学理智啊，不能感情用事哦，这个小朋友啊，就想玩了，他也会胡思乱想。哦，结果我们一看到，老和尚说小朋友不能玩。你又听执着了啊！你要寓教于乐这个学传统文化，把孩子都关在房间里面了，也不让他跑跑，让他接触大自然。孩子干什么？闷呐、啊，闷要干嘛？刷手机。其实你看到他闷到在那刷手机呢，你要理解他的状态啊。啊，你把这个孩子带到山里面去，他就自己唱歌了，他很放松啊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所孝悌，赤井星，挺好。哦，所以以前是吟诵啊，吟诵它就有抒发的效果。啊，所以以前的人没有忧郁症呢，跟念书的方法应该可能有一点关系。哎，哦，还有以前的字啊，都是直的，啊，读下来，现在是横的，所以古人的考虑啊，有时候很深啊，我们要慢慢来体会。好，哎，因为你的肢体会影响你的心的。啊 所以要多接触大自然呢，孩子身心放松啊，比较有悟性。哦，还有他在生活当中啊，都在感悟。
都在锻炼他。啊，你看，心灵手巧啊。哦，好像有理论说手动得多啊，好像小脑啊，这些科学理论呢，啊，都在证实我们老祖宗一些教学的啊，他的考虑。好，小学教育啊，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啊，一次完成。啊，从小就教他修定。啊，所以到12、3岁，啊，就很有威仪，像一个成年人一样。一举一动啊，都有规矩。啊、哦，但这个礼乐要配合。啊、哦，哎，他守规矩过程呢，他没有一下子就入了那种随心所欲啊，很欢喜。所以要有点音乐配合，让他抒发一下。啊、哦，所以古人这个考虑还是很周到的。啊、哦，所以大家准备一些古琴曲。啊，一些好的音乐，啊，你不要让他一听就心更浮躁的音乐啊，那是乱世之音啊，听的要是治世之音的音乐，让他的心能够安定的、抒发的啊。中国从前的教育啊。好像比不上西洋教育，这个要观察观察。西洋教育小孩很活泼，很可爱。中国的是少年老成，年纪轻轻呢，就像老头子一样稳重。但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呢，全靠这种教育。虽然西洋教育啊，小孩很活泼，但他心安定不下来。一切动乱的根源呢，都从这里发生的。心不定啊，会做错事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啊？老和尚那个年代留下来的照片。我们去观察老和尚十几岁，那个呈现出来就非常单纯，哎，单纯呢，清净的孩子生智慧哦。他一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很定，他不容易受干扰，可是他看他的脸呈现是单纯的。哇，你看现在的孩子。醒康醒胖，好吧，很会动小聪明，但他不定。我们看啊，老和尚上一辈的人，啊，你看周邦道老居士、李炳南老师，啊，他们看起来就非常单纯、慈眉善目。但是你从他的气质里面看到一种这种使命感、责任心很强，你就会觉得，嗯，这样的人交给他什么事，万事 OK，很稳重。这个都是受传统教育的。啊、哦，所以中国人看得深，看得远，从小修戒定慧三学，啊，年幼的时候记忆力最好，所有的东西啊，教你背过，你永远不会忘记。你看李炳南老师讲学引经据典，不用翻书的，啊，
古人他观察人性啊，观察得很深入，啊，观察每一个人时间段的状态。你看孔子说：“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瘦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动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”哦，这分析得很深入哦。哎，观察到人小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好。抓住这个机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们现在学，我们就很有感触了吧？你看，背了老半天还是背不起来。啊，《礼记学记》说"时过然后学"呀，这个时间点过了才学呀，勤苦而难成，很勤劳，很辛苦，但是很容易忘掉。好，当然也不要死记硬背哦，会伤脑筋。啊，多熏习就好了，不要太强求。啊，领会那个道理就好了。啊，我们过了那个死记，那个记忆力好的时候啊，这个就不要太为难自己啊。再多听、多领会还是需要的啊，多熏习。好，不要用好胜心啊，再学啊！你看人家都背起来了，我非背起来不可。这个好胜心又换对象了。啊，要背啊，水到渠成，变数到了，比较容易记住了。啊，你念个2000遍、3000遍呢，很多就很自然的能背出来了。好，所以啊，记忆力好啊，所有的东西背过了，永远不会忘记。到了80岁、90岁，无论应付什么事情，写文章、引经据典，大家要注意哦。他背起来之后啊，他在做事的时候，他会用经典去判断、去思维。我们现在也要哦。学了老和尚的经教啊，要用在做事上啊，处事上啊，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，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哦。啊，三归一哦，归一，回头依靠觉正境哦，不能依靠习气了哦，不能顺着迷邪染啊，他从小读的了。随手拈来啊，不要去查书。这是我们现代人呢没有想到的。啊，从前教育方法非常之好，佛法教学啊，也跟我们传统相应，也是用这个方法。这是真正的教育。什么教育呢？开智慧的教育。戒定慧的教育你教的让他不守规矩，他就没有戒了，那定慧就不可能了。因戒才能得定，因定才能发慧了。啊，小学完成了就入大学，啊，跟佛门里啊参学的意识相同。啊，大学是着重于讲解、研讨，啊，研究讨论。这个时候啊，生智慧开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学生智慧开了啊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邪正，辨别善恶，可以参加研究讨论。你都没有分辨力了，你去研究讨论，可能是胡思乱想，啊，先有这个基础，所以学生呢，开始学的时候，
他还不懂这些，先听，哦，不要急着就要发言了，啊，这学不列等，哦，那有老师啊，哎，学生到15、16岁了，就让学生去讲解。这个不是很妥当啊，是老师讲解呀、啊，而且老师讲解依什么？依经典、依注解来讲解呀、这个老师都要表法，哎，我有师承的，依法不依人。啊、哦，我们学习《论语》，我们跟着李炳南老师学，你让老学生自己一开始就自己去讲解。这个古人不是这样教的，我们现在人要去深入古人的智慧做法，他怎么考虑的？你不要自己顺着自己的感觉去创一套啊，不妥当。这几千年人家都没有改，为什么？他能一两千年都没改，他是真理呀、啊。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啊，老师讲解讲完之后，学生提出意见，研究讨论，啊，他一听可能会有一些思考，这个时候可以讨论，教学相长，啊，当然，随着学生提出问题呀、啊。老师也能够理解他听的深度怎么样，广度怎么样，或者有没有听偏了，都可以在他发问当中感受到他的心，感受到他的理解。好，那这是完全着重啊厚德志的圆满成就啊，前面读。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个叫根本智，般若无知，这个是根本智，清净心。啊，讲解了，这个是厚德智，叫般若无智，清净心起作用，叫无所不知，那是厚德智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古人呢很重要的教学理念。啊，那我们虽然闻圣教比较晚，也要符合这个学习的理念喽。你不要一开始就听很多广学多闻了，会听杂了，会听乱了。哦，包含啊，承德可能有。几种课程呢？啊，假如大家听了觉得脑子有点乱啊，那还是要调整一下哈。哎，听课啊，要自己受用了，哎，这个才是适合自己的状态那当然，我们学习呀，要符合老和尚的理念。啊，承德不符合老和尚的理念呢，你们不能听我的哦，要听老和尚的。老和尚是名师，我们都还在修行，还差得远。啊，大家信任我呢，我们一起跟老和尚学。啊，承德充其量啊，跟大家同学啊，供养一点点经验。啊，但是学的跟老和尚不一样啊，决定不妥当，这个大家要慎重啊，不要感情用事啊。大家过去生跟我缘比较深啊，也要依法啊，依老和尚的经教法，依佛的经典啊。我们在跟老和尚学习的过程，我们是观察老人家确实是述而不作。幸而好，
哦，那老和尚教学里面，应我们的机就是扎根、扎三根，啊，然后一门深入啊，无量寿经，哦，而且深入无量寿经呢，是依止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注解下莲老的汇集本。大家注意哦，那个注解83种经论呢，110种祖师的啊，哎，80种经哈，83种经典，110种祖师的注解啊，你深入这一步的时候啊，你整个大乘重要的经要经义啊，你都掌握住了。一精通，一切精通。哦，你看每一句经文，好多部经跟论呢，注解这一句经文。哇，你对这一句经文解得深，解得广。哦，所以老和尚这些理念呢，他都有他深远的影响，是以他一辈子修学来成就我们，没有根基呀、啊，你解大乘很容易解偏掉了。哦，你看第一幅就是小乘做人做事，尤其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开始。最后第三幅是大乘，好。啊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